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意法半导体工业自动化应用创新中心的 Steve。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展品是一套工业自动化一个系统。那么这样一套系统，它主要完成的是一个包括喷涂、贴标以及一个包装的一个整套流程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流程在工业产线中是非常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像这一套系统中，它就包括了顶层的 PLC、 中间层的一个网关以及底层的一个传感器和执行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工作流程。可以看到在这一部分它完成了一个喷漆以及贴标的一个过程。那贴标完之后，它会通过一个 RFID 读卡器来对标签进行读写，然后再通过一些数字量的 IO 模块来把控制信号给到机械臂，来进一步的让机械臂运转到指定位置。那像整套这个工业产线中呢，包括顶层的 PLC、 中间层的这些 IO link 网关，底层的 IO link 的一个数字量输入、数字量输出， IO link top、 IO link 的振动传感器，以及那边的 IO link RFID 读写器，我们 ST 都有全套的一个解决方案。如果有客户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，想要投入研发设计产品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，谢谢。